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和共存的国际旅游城市。旅游学院坐落于望下山之上，是一间专门提供旅游范畴学位课程和专业培训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为澳门，更为亚太区域的旅游业界培养具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学院的教学特色是将学术发展和专业培训各自的优点和特质合二为一。为了培育有国际视野的旅业专才，学院不断与外地相关院校及机构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星期至两年不等的国际交流课程和活动，令学生除了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亦都能够亲身体验异地生活文化和认识外地朋友。